请掀开经本，看《法大誓愿》第六，这是第六品。第六品是全经真正的核心，最重要的一品。这一品经是本师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释迦世尊为我们转述。世尊的转述就同阿弥陀佛亲自演讲啊没有两样。而全经呢，实在说就是这一品经的解释而已。所以我们仔细观察无量寿经自始至终啊这个三十八品，字字句句都与四十八愿有关联，也就是说字字句句都是四十八愿的说明，四十八愿的讲解。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是净土宗所有一切经论的依据，最原始的依据，是净土的真经，也可以把它看作极乐世界的大宪章啊。我们今天讲的宪法了，而这一品之由来是法藏菩萨遵从老师的教诲，在大众当中啊，宣说他所发的殊胜大愿。古代日本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著述比我们中国人多，这是我们现在在遗留下来的著作当中所看到的。中国古代这些大德们有没有著书很难说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有呢，这个战乱之中失传的很多，譬如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我们现在知道从汉朝到南宋这八百年中曾经有过十二次的翻译，但是现在大藏经里面只收了五种，另外七种失传，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所以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有没有这个失传的，这都很难讲。而日本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幅员比较小，动乱的范围也不大，许多的典籍都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日本万字续藏经里面
看到《无量寿经》的注解，日本人的注解比我们多了很多倍。其中真解，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注子，他说弥陀48愿功德的成就啊，而归依正觉。这个正觉呢，就是佛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在开始讲经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地向诸位报告过。名号六个字都是梵文音译的，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它的意思是无量觉。确实极乐世界义正庄严，显示出究竟圆满的无量觉。我们娑婆世界、他方世界虽然有觉，但是不圆满，为什么呢？不是人人都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迷惑颠倒的人啊，迷惑颠倒的人不能往生啊。所以他选择往生的条件，就是要具足正觉啊，要皈依无量觉。那么也许诸位同修怀疑，如果是这样的条件，那我们的往生呢，恐怕没有指望了。这一点呢，这一部经上讲的就非常清楚了。这有偏圆的，有圆满的，有不圆满的，有大有小。大的觉悟没有啊，小的觉悟我没有啊。可是在圆教大乘《无量寿经》的确属于圆教大乘，古来祖师大德判这部经圆中之圆，顿中之顿，一乘当中的一乘，正是把他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我们有智慧选择念佛法门，有信心有愿心，脱离六道轮回，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一念呢，跟诸位说，你说它小觉也行，你说它是大觉也行，这个觉没大小啊。凭这一念的决心呢，这一念是纯正之觉啊，就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个是一生成就的法门，不是小成就啊，不是证阿罗汉果、菩萨果，不是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一生当中成就啊。
所以这个法门不思议法门。这是弥陀正觉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誓愿不可思议，我们学佛第一要紧的要明理，佛在经上所讲的道理要清楚，无论是讲的根本的大道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或者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由来，我们前面读过，为什么会有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见极乐世界？见了极乐世界之后又为的是什么？我们都得清楚，都得明了啊。阿弥陀佛对我们有些什么需求？我们想往生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些在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那么再说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本子是一个汇集本，那么现在有少数人分别执着很深的，所谓是成见很深，尤其是对于在家居士，总是要小看了半截。只出家人在外面弘法利生的，真的是占便宜。大家对你能生起恭敬心的，居士上来讲经，讲得再好，都要打对折。听众在心里恭敬心生不起来啊，除非比出家人讲的那个好要超过十倍，对，下面听经的才会点头啊。你讲的跟出家人一样好，人家对你是摇头啊，不点头啊。汇集经本呢，亦复如是。如果这个汇集本是在家大这个出家大德做的，那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说话，他是在家居士汇集。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很奇怪，三种汇集本呢全是在家人做的。第一个汇集本是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做的，第二个汇集本呢是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做的，这是第三个汇集本，夏莲居老居士做的。王龙书的本子收集在龙藏里面了。日本的大藏经也收集这个本子。古时候祖师大德的著作
如果被收进大藏经，那就是说，在那个当时那些代里面，高僧大德都肯定你的著作是没有错误的，可以流传给后世，这才能入藏啊！入藏那是一个高度的标准，至善的标准啊。王龙树居士实在讲啊，也非常的遗憾，在他那个时代，他所看到的《无量寿经》的原本，只看到四种，《大宝积经》里面这一种啊，他就没有看到。由此可知，当时经典得到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宋朝那个时候，依旧是手抄本，印刷术还没有发达，没有发明啊，经卷都是手写的，数量当然是很有限，所以《大宝积经》这一份呢，他没见到，他只以四种原译本汇集。那么《大宝积经》里面还有一些经文，其他四种里头没有的，他就没有看到了，因此他的汇集就不圆满。同时他在汇集的时候那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将经文这个原文呢改动了几个字。当然，在他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以他的学佛的功夫、悟入的境界。文字的造诣那都是属于上乘的，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例子开了，后代的人看到前面祖师可以随便改动经文，后人也照这个样子办，那这个人改一句，那个人改两个字，经传下来之后就面目全非了，所以是经文是决定不可以改的，这是印光法师对他的批评，对他这个做法呢是相当不满意，祖师批评呢有他的道理，希望正法能够常住世间。清朝末年，这个魏默生的译本，魏居士五种原译本他都看到了，他的汇集确实超过王龙树的本子。但是对于原译本的取写，有些不太妥当的地方，同时也有将原意的文字改动，这个是印光大师也有批评也不满意。正因为这个原因，夏老居士发心做第三次的汇集，避免前面两种译本的过失，
他做得格外谨慎。我们在前面序文里面看到，序文是梅光系居士做的。这一品经下老邀请慧明老法师跟梅光系居士三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汇集成这一品，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慎重。三位大德3个月的时间汇集这一品经，非常认真，非常谨慎，还得求佛菩萨加持。而实际上这个三位大德，我们细心地去揣摩，都是再来人，不是凡夫。尤其是夏莲居老居士，这是在这个时代出现，汇集成这么一个完善的无量寿经。它的作用就是要普度末法9000年当中的众生啊，帮助这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记住啊，佛家讲末法了，往后还有9000年呢，跟现在西方人西方宗教讲的不一样啊。西方世界这个宗教讲的也是1999年是世界末日了，我们佛法的法运呢还有9000年呢，还长得很大。9000年之后佛法没有了，灭法时期，灭法人就很痛苦了。苦在哪里呢？苦在没有人教导了。这种苦难的状况，我们现代人如果头脑冷静一些，也能够想象的几分。今天社会动乱，可以说是举世之人啊，无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况，精神生活都很苦闷，都不能够安定下来。这是什么原因？说实在的话，远远的比不上古人。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感叹道：“人与禽兽相差几息呀！”
人是动物啊，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啊？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受教育啊，其他的动物没有受过教育，真正的差别呢，就在此地。人受的是什么教育？受的是做人的教育。所以懂得做人呢，但是近代这几十年来，这个教育没有了。西方没有啊，在中国也没有了。人要不懂得做人，人就跟禽兽没有两样啊，人就会做出禽兽的事情来啊，于是社会就不安定了。我们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啊，你看看这些禽兽小动物，它出去觅食了，它会不会被别的禽兽吃掉？很难讲啊，它出去能平安回来吗？靠不住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也复如是，所以生命财产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育招致的后果啊。如果古圣先贤的这个教育影响力要是荡然无存的话，那就是灭法时期。每一个人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妄想，随顺自己的习气，自自然然呢，会做出许许多多所谓损人利己之事。那这个社会还得了吗？现在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同学们有假期都喜欢到国外去旅游啊，你们走过许许多多地方，回来还是新加坡好啊？我问过许多人呢，都有这个感觉啊。新加坡好在什么地方呢？人民守法了，规规矩矩的过日子，规规矩矩的工作。这种精神，这种生活习惯，你从小就培养成的。换一句话说，新加坡的教育还有一点人情味在里头啊。比过去是差多了，但是比起其他国家地区还保存着有相当的成分。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推动，在教导他的人民呢，知道怎么过日子，知道怎样工作，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这个地区虽然很小，它安定，
啊，虽然也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能够彼此和睦相处，这就很难得了。啊，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上从领导人，下至群众，都希望有个安定的社会，有个繁荣的社会，有个和平的世界。天天在向往，天天在希求，能不能得到？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要重视人伦教育这种事情。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多元文化，往生到那里去的人，我们现在换个名词，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啊，从十方世界移民到极乐世界的人那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为什么能在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呢？过着真善美慧的生活，令人羡慕啊！再告诉诸位，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诸位从头到尾仔细去看，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哪个做帝王，哪个做总统，没有，也没有看到部长。经文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那边有军队有警察，没有，那通通都没有。你一看人民呢生活过得那么好，由此可知这不是政治问题，这也不是军事问题啊，经济科技那边也都没有，这都没提到啊。但是提到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可重要了。什么事情呢？教学啊！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一切移民到那边去的人，天天跟释迦、跟这个阿弥陀佛学习，跟诸大菩萨学习，生活不亦乐乎啊！我们再回头看看《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这个我们才真正觉悟到了，诸佛刹土里头只做一桩事情。用我们的话来说，办好教育，什么教育？多元文化的教育。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教育种类很多。我们把这桩事情看作多元文化社会教育。而在诸佛刹土里呢，只有这么一桩事情。所以我们称它多元文化的教育就够了。这一桩事情做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人人都称心，人人都满意。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法藏菩萨这一篇报告，这48愿是他的报告。完美到基础啊。当然我们能想象得到，法藏比丘当时在世间自在王如来的讲堂，面对着世尊，面对着大众做这个详细报告，那个详细的程度可能超过我们此地百倍千倍都不止。我们在他前面学习这个状况能够体会得到，他跟他的老师学习的时间千亿岁，他的修持5劫，所以他的报告时间一定很长很长。世尊为我们介绍，那只是介绍的报告里头的精华。他那一天报告的目录而已，这个48页目录啊，不是原文的。所以这个目录里面字字句句当然含5量意，这是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的。那么至于5种原译本里面愿文多寡了，差别很大。汉译5译，只有24愿。愿24章，魏译、唐译的这2种是48，而宋译的是36，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古人古大德有个共同的看法，决定是翻经的法师所根据的原译本不相同，否则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3种这个很大差别，他们判断传到中国来的《无量寿经》原译本至少有3种，这3种不相同，原本不相同，所以才会有这种
情况发生。这个判断是有理由的，我们可以接受的。为什么语言译本会有三种？可能有更多种，因为我们的语言译本呢有七种失传，没有看到，看到之后可能还有很大的差别。于是祖师大德们就想到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必定是这部经讲过很多次。这是一个推断，但是也确实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了，只讲一次，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那么无量寿经既然是多次宣讲，那个用意就不一样了。如果不是对我们修行正果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世尊决定不可能一部经一个法门讲好多遍。所以集结呢也就照样啊，这个集结下来流传到中国，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原因原本。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我们就了解世尊对于这部经是多么重视。隋唐古大德推崇这部经，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的。因为云译本有这么多，内容参差这么大，而且当时的人获得多种的译本又相当困难，所以有些人就发心做汇集的工作了。王龙书居士他开端集所有汇集本之大成为一个本子，读这一个本子，所有译本也通通都读到。对于我们修净土的人，方便太多了。我们要感恩呐！下莲居这个本子，印光法师没有见到。印祖如果见到这个本子，我相信他一定点头了。这个汇集的好。经本不是不能汇集，汇集是可以，汇集也是应当的。那我们晓得，王龙书居士往生，欲知实知，他是站着往生的。诸位看看龙书净土文，
这个本子前面有一张画像，王龙书居士站着往生的像。如果是汇集，不应该，汇集是有罪过的，王龙书居士怎么能站着往生？从这一点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他替阿弥陀佛做了一桩好事情，对佛教、对众生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会记得没错。莲池大师，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敬佩的一位净宗祖师。他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弥陀经疏钞》的确是大著作，引用《无量寿经》几乎是超过一半的文字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这就是说明莲池大师对龙书汇集本肯定。从这些事迹，我们对这个本事必定要生起信心。有一些人回报，总不外有意无意，有意那就是他别有意图，我们就不必说了。无意呢，那是听人家诽谤，人云亦云，那是属于无意。这些都不可以采信的，我们要坚定信心。这个汇集本文字不多，这个义理五种原译本的意思圆圆满满的包括在其中。他讲汉武所译的二十四元，魏唐本字里面的四十八元，宋仪的三十六愿，给它汇合起来，汇集成这一章，这一品呢，汇集成这一品，而它的分段，这个大段二十四章。本经的段落是二十四章，这个小的末呢是四十八页，这个是古来的语音译本的这个数字都估计到了，所以近代的一些大德们都赞叹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的善本，最圆满的本子，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非常幸运。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缘，跟夏老居士也有缘。
夏老居士肯定是大菩萨实现，决定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会记不了这么圆满。他来到这个世间，实在讲，就是为我们做这桩事情。这个品题的由来就介绍到此地，现在请看经文。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此地法藏所称的世尊，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他的老师。他的报告是在老师的讲堂，面对着老师、同学、大众。这是说法的仪规，我们要学。这个里面圆满具足真诚恭敬的心态，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佛法要从哪里求的？从恭敬当中求。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礼节，看到他说话的态度。白言，这是最恭敬的态度。唯愿世尊大慈听察。实在说，今天法藏的成就超过老师了。可是法藏并不以为然啊，超过老师那就值得骄傲了。现在人都是这样的。我今天下午在中华医院吃饭，坐在我旁边的李居士，李老居士告诉我，他认识的新加坡的朋友啊，把儿子送到美国去念书，千辛万苦供养儿子到美国念书啊，在那边学业完成了，也成家立业了。老夫妻两个很多年没有看到儿子了，非常想念，到美国去看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啊，儿子拿个账单给他，他说：“你在我这里住了一个月，住的这个住宿的费用，每一天吃饭，这供养的费用，一笔一笔都把它算，连洗衣服的时候那个费用都算在里面。”这夫妻两个一看的时候，一人心灰。儿子送到外国留学就丢掉了，没有了，不是的了，再遇到的时候是生意买卖了，你吃多少钱的饭赶紧付钱啊，
不能怪儿女啊，要怪谁呢？怪自己没教好啊。你怎么能怪他呢？怪他就错了。你从小没有教给他伦理的教育啊，他不懂得孝养父母啊。美国人确实是这个样子啊，父母到他家吃饭要三千的啊，一起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个人付个人钱的，不像中国人抢来抢去会打架的。那这外国人看到的很奇怪呀，东方人跟西方人的思想不相同啊，所以他回来之后心里很难过，给这些老朋友啊说的这些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谈话当中偶然的时候，他提到这段事情。我们想到这教育非常非常重要。中华医院里面附设一个中医学院，太难得了。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可惜现在学的人少。我今天去看他们的设备非常难得，相当完整。希望有志保存中国国粹的同修啊，可以到那边去念他的学院。他们真的都是在行菩萨道。门诊施药，门诊好像只是收一块钱，拿药，不管药是什么样的这个成分，不分贵贱，一律收两块钱。我说这些人呢，都是菩萨，发菩萨心，救苦救难。发藏菩萨的报告，还要请求老师听查。你看看这是多么谦虚，多么恭敬。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啊，想想我们自己对长辈、对父母、对老师，甚至于对佛菩萨，佛菩萨不在那，对佛菩萨的形象啊，我们的恭敬不足啊。这样的心态来学佛，难怪功夫不得力嘛。所以像这些地方都要认真努力来学习。下面是他正式的报告，这个报告前面四句是总纲，后面四十八愿是别目啊。前面这个四句非常重要，我若证得无上菩提，称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就是这个字句。我是法藏自称，若是很谦虚的话，为什么？他已经证得了，这个不是假设的话，他已经证得了，已经证得还说若，这谦虚啊。
一丝毫的傲慢自满都没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别人交谈，要学着会说话了，要学谦虚，要学恭敬啊。言语在孔老夫子是列在第二门功课，孔老夫子教学是四门功课，第一门是德行，第二门是言语。你看看夫子把言语看得多么重要，你要学会说话。过去教学是在家学说话了，是从小学开始的。念了诗经就会说话了。你看小朋友这一开始读书认字的时候念千家诗。念唐诗三百首。以这个为基础之后呢，再念《诗经》呢，教给你说话要含蓄，说话要谦敬谦虚恭敬。你将来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如果不会说话，你虽然有能力，有经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说话当中带着傲慢自大的，到真正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助你。在言语当中无形呢，自己都不知道得罪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平时你不能够觉察了。到能够觉察到之后啊，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说话跟平常写这些文字，文字是言语的符号，都要认真的学习，这是人与人沟通的管道，这个管道要舒畅，你才能够得到外面的祝愿。怎么能疏忽？怎么能够不认真的学习？佛经实在讲是很圆满的教科书，但是这些文字我们往往疏忽掉，念得太多了，老生常谈，不再留意了，所以没有学到。我们有机会在一起研究讨论，不能不提出来。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无上菩提是他所修学的课程，成正觉矣是他所得到的学位。
他的课程修圆满了，学位才得到啊。这个正觉就是圆教佛果啊，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究竟圆满佛果，是要把无上正等正觉修圆满。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非常重要。但是一般同学呢也把它疏忽掉。粗心大意。你没有能觉察到。你要真正觉察体会到了，你就晓得学佛学的是什么。求的是什么。无上菩提啊，不是人天福报啊，不是名闻利养啊，如果我们想学佛，学佛为的是什么？学佛是为了要做大法师啊！学佛是为了要建大道场啊！学佛是为了要统领许许多多的徒众啊！那不全搞错了吗？所以我们学佛不能成就。人家学佛能成就，人家学佛为什么？是为无上菩提，是为无量觉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法法了都能够觉而不迷，他学这个。我们今天说老实话，对于一切法，有些也真的在用心在学，可是学了怎么样？学了就迷了。几个人能够学而不迷呢？为什么说你学了迷呢？着相就迷了。分别就迷了，你看人家的本事，每一天学习不着相不分别，他才是觉而不迷啊。我们今天呢，越学越迷，越学越执着，这在哪年才能成就？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觉而不迷的方法，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只要把这三句话的原则守住了，世出世间法，无论哪一法，你学习只有觉，就没有迷了，才能真正做到觉而不迷啊！否则的话，你那个觉还是迷，不是真的觉悟啊！你所学到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皮毛常识而已啊。没有能够啊，欺辱境界。你学的再多，都是迷而不觉。法藏菩萨从发心修学，这部经上介绍的不少啊。字字句句我们都应当要学习，所以他学的圆满了，得无上菩提，他毕业了，称正觉矣，这个佛的果位拿到了。问一问法藏比丘有没有执着，他说我正得无上菩提，又成正觉矣，明明有分别，有执着吗？那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有什么差别呢？表面上看呢，没有差别，实际上啊，差别就太大太大。这是正是宗门所讲的，分别亦非异也，这个意思就深了。既然分别亦非异，执着也非异呀。那么由此可知，说我随顺众生说。说正德也是随顺众生说的，说成还是随顺众生说的，自己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我们的明了，然后你才有学习下手之处。这个两句从这一小段来看，这两句是因修因，后面两句果报啊。佛法也离不开因果啊。你修善因一定得善果，所居佛刹，这个佛刹一真庄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具足圆满的意思，周遍的意思，没有一丝毫欠缺，才叫具足啊。具足无量这四个字，就是超胜诸佛刹土，他的愿望实现，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证明，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我们一般人呢，听起来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嘛！你要做佛，还要超过诸佛，怎么可能嘛？
居然就兑现了，做佛要超过诸佛，这个愿都兑现了，还有什么愿不能兑现？实在说啊，给我们修学带来无比的信心呐！有人说，法师，你为什么有那么信心？ 那我信心从这来的啊，信心有来有啊，有根源呐，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具足两个字。 没有欠缺，换句话说，一切诸佛刹土，诸佛所居佛刹，都有缺陷，唯独西方净土没有缺陷。 怎样建成西方净土？前面都曾经说过，它是长时间的修学。 老师教导，老师善教，学生善学。老师不但是把十方世界，我们今天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跟他讲得清楚明白，这个里面有理论。 有现象，有因果，有境界，而且老师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通通看到。 这个时间是千亿岁，他听了，他看到了，他很聪明，他做一个集十方诸佛刹土圆满的大乘。 十方诸佛世界优点全部吸收，十方世界的缺陷完全改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超过诸佛刹土了，是这么来的。 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要想将这个道场建得十全十美而没有缺陷，我们要学。光凭空在家里想不行呐，想多了啊，头脑会想坏呀，会出毛病啊。 一定要多多参学。居士林有计划成立一个医疗室，
所以我们今天去参观中华医院，去参学啊，看看他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好的地方，我们采取，我们吸收啊。他那里要有什么缺陷，我们希望能避免啊，希望能改进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学来的，不是凭空想象的，妄想不能成事，一定要好好的去学习，你才会有成就啊。古大德告诉我，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是真的。在佛法里面，生生世世继续不断的在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学习的时间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我们要有耐心，如理如法的去学习，我们才会有成就啊！就具足无量这四个意思，深啊！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完全是华严境界。清凉大师谈华严，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这个境界就叫做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设法界里头没有这个境界。设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通教的佛、藏教的佛，可能达到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没有啊。事事无碍是真正的一真法界，设法界里头没有。所以是不可思议，加上一个具足无量不可思议。下面讲到功德庄严，这四个字是这一段的总结。关键在具足无量不可思议这八个字。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也说不出来。华严经上讲的六相实学，这是华严家的祖师大德，不可说当中啊，为我们说出，实在是非常稀有啊。
譬如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是事实无碍啊。我们今天一不是多，多不是一，一跟多决定有妨有障碍。业多无碍，我们想不通啊！再说大小相容，我们更没有办法理解。他说：“芥子纳穴，芥子芥菜籽啊，那像芝麻粒一样啊。须弥山不要说太大了。”以我们地球上大山来讲嘛，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能够装到一个芥菜籽里面吗？你去装装看，能不能装进去？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须弥山没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哎，它就装进去了。这也是不可思议、事事无碍的境界。其他的讲，光下自在，言出同时。这一句讲的是时间。我们现在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未来，这当中有障碍啊。这一句呢，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突破了时间，超越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道理，西方科学家说过，好像爱因斯坦讲过，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也没有办法了进入到未来。理上呢是有发现，事上做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哪些人？刚刚往生的菩萨，下品下生的菩萨，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力你就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自己过去啊，过去这一生，过去第二生，过去第三生，过去无量劫，你全部看到了。未来的境界你也看到了。你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我们要问他有什么能力突破这个界限？我们感到非常困惑，实在讲。这里头有道理的。一多不能相即，大小不能相容，因数不能同时，这些原因
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们，这些现象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经文我们念得很熟啊。佛是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呀。这些现象怎么产生的呢？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梦幻泡影啊。你要知道它的来源啊。那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都放弃了，都放下了，都舍弃了，这些所有一切障碍啊，通通破除了。道理在此，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感觉的奇怪，你才晓得啊，这么回事，理所当然嘛。六相十玄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一般人生活的正常现象吧。那是得大自在啊！我们今天妄想分别执着断不了，习气太重了。西方极乐世界得诸佛威神的加持，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可是我们去也必须要有个最低水平的条件，这个条件是控制自己的烦恼习气，待业往生啊。我们离开此地这个几天，才不过一个星期。我们这个念佛堂啊，在退步了，佛菩萨来的次数少了，妖魔鬼怪趁机会又钻进来了。你们每天在念佛堂有没有感觉到？我清楚啊，很清楚啊，所以你们诸位要振奋起来啊！以真诚心、清净心念佛，佛菩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有感，他有应吧？我们这个感的念头衰了，佛菩萨那个印的语言呢就输了。我们一个念头打妄想，一时的松懈，佛菩萨才去，妖魔鬼怪的尘隙就进来了。由此可知，我们松懈不得啊。感应篇里面有个故事，
我们这几天讲过啊，很值得我们警惕。这是古时候有一位参禅的老和尚，在入定的时候看到两位法师，定中看到两位法师在谈话，有许多护法神围绕着，站在旁边。过了一会呀，这护法神走了。他们两个还继续在谈。没多久啊，一群妖魔鬼怪来了，也是围绕他的周边。他们到底在谈什么？最初啊，这两个出家人在谈佛法，护法神围绕周边呐。佛法谈完之后话家常，护法神没有了。那最后谈到明文利养，妖魔鬼怪都来了，念头一转呢，境界都变了。这不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的百界千如啊。我们一心向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法界现前，我们自己不觉得。你要晓得诸佛护念。佛到我们这个道场来，我们这个道场现在是佛法界。为什么是佛法界呢？大家心里有佛，佛法界现前。一个人心里有佛，这一尊佛出现了，这个讲堂里面几百个人，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佛，就几百尊佛出现了。只有几个人心里有佛，其余人一面念佛一面还胡思乱想啊，真的还想到明文利养啊。那我们这个佛堂呢，护法神少啊，妖魔鬼怪多啊，护法神跟妖魔鬼怪都在啊。还好他们不吵架，他们也不闹事情，相安无事。这些境界在明眼人看起来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诸位一定要存好心，要存个佛心。念念先跟佛菩萨相应。那是多么殊胜的。念念跟佛菩萨相应的。念念跟佛菩萨同在啊。你的气势跟别人跟平常自然不一样，你所在之处，一般人跟你接触，用现在的话来说，磁场不一样啊。你的磁场是佛菩萨的磁场啊，自自然然能令给你接触的众生都生欢喜心。这个就是摄受的力量。如果我们念念
都是名利，念念都是贪嗔痴，念念都是别人的坏事，你的磁场马上就改变了，是一个最恶劣的磁场。别人接触你都嫌弃你，都恨不得赶快远离你。这些情况，我想我们在一生当中常常与别人往来，如果留意的话，会感触得到。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学了佛之后啊，我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你那个心一念善，善的境界就现前；一念恶了，恶的境界也就现前。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人心呐，就在自己这一个念头啊。所以吉凶祸福也在这一念。前天我们同修傅居士从法国回来，我问问他那边的情况，他告诉我那边的磁场非常不好，现在欧洲这个社会到那个地方去，就感觉的身心不安，有一点恐怖感。他告诉我，法国人对于那个诺斯丹玛的预言非常相信。诺斯丹玛是法国人嘛，连法国的小孩对他都很熟悉。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很可惜法国人没学佛，要学佛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佛法了解的真的透彻，他们知道这个世间有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这个灾难，他不晓得。他也知道这个灾难是世间人造物而招赶来，但是他没有办法摆脱宗教哲学这框架，认定这个世间人造作罪业，上帝生气了，要惩罚世人，把这个世人消灭掉，上帝发怒了，这个没有办法了，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去劝劝上帝，没法子了。但是在佛法里面讲的那就不是这个说法，这个净是心造的，命运是心造的，所以命运可以改变啊。吉凶祸福啊，有转机，回头是岸啊，不是说回头也没用。
啊，回头也没有用，是宗教哲学的观点。在佛法的回头就有用，回头就能够消灾免难。最殊胜的，我们心要存个佛心。佛心真诚、清净、平等、觉悟、慈悲，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布施供养一切众生。我这个话别人听去了，现在我们在此地讲经，台湾同学告诉我，总有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听众，我们肉眼没看到，网络传播出去了，在全世界网络上看的人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在新加坡访问其他的宗教，我们都热诚地供养。赠送一些金钱，帮助他们呢办这些社会福利事业。于是真的有一些人误会呀，哎呀，净空法师大概很有钱呐。哦，这很多化缘都找我来了。其实我哪来的钱？哪有那么多钱？这是有一些同修啊，知道我在做多元文化的工作，和睦族群，和睦宗教，他们对我这个想法做法肯定，于是拿一些钱来赞助我，钱从这里来的呀，这个钱指定的是做这个用途的，没有指定我去做慈善事业，所以一般慈善团体来找我，我爱莫能助了。这里面当然有不少是佛教团体的，这些送钱给我的人没有指定要帮助佛教慈善事业，他没有这样说我就不能动啊。他指定的是叫我做和睦宗教、和睦族群这个用途的，我受他们的附托帮助他们做一点好事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你看，在居士里，在任何道场，同修们供养我的这些红包，我都没有拆开过，没有看过，全部都送到这个道场去了，我在哪个道场就送给哪个道场，我从来不看。我也不化缘，我也不向人家要一分钱。我觉得唐朝古人讲的话没错，讲得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庞居士讲的少一事不如无事啊！人家供养我的红包通通推出去了，无事啊，我要收了，那就是多一事了，
我不要啊，就无死了。无死比好死还要好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我懂得，我认真的学习，我得受用。我也教大家，也劝告大家，特别是这出家的同学们，真正一生在道业上有把握成就，最好学印光大师，决定会成就。印光大师第一个不收出家徒弟，你要想到我出家徒弟不好收，麻烦很大了。他老人家这个视线非常有道理。那也许你们有人问了，这好跟到我的不是很多出家徒弟吗？我告诉大家，不是我收的，我没有，韩馆长收的。所以这些人能够出家，要感激韩馆长啊，知恩报恩呐。没有韩馆长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出家的缘分呐。他收的。过去台北图书馆道场他建的，他不建我决定不建道场，他建的道场，他收的这些出家人，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再有人找我出家我不剃度，再有人找我出家我剃度，那是我收的。一生呢不见道场，做客不做主，自在呀！做主人不自在呀！做客人，我住在这个地方，那房子漏了，漏了鱼我不想干，他的事情啊。房子坏了不能住了，我赶紧走路啊！你说多自在？主人就烦恼了。其实人生快乐是自己找的，痛苦也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印祖第三个他是自己的越发了，不传戒，不给人做传戒师，他一生不传戒，除非平常这个三皈依，这个五戒，这个可以，三皈五戒，他不做传戒师。我们想想，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是我们的模范，一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把这个心呢定下来，坚持自己的心愿，那我们一生这个生活有没有保障？不要以为你自己建个道场收了很多徒弟，将来老的时候就有人照顾你了，靠不住啊。李牧原居士告诉我，弘传法师，这大家都晓得的，福报多大，收了不少徒弟，病重的时候一个徒弟都没有，结果有人骂他徒弟，你师父的时候是比生病病得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一个都没照顾啊？徒弟大家商量商量，请个护士照顾。
那护士照顾得很周到啊，老和尚天天睡大觉。结果林木园很聪明啊，那个护士给老和尚吃了个药，啊，叫偷偷的时候把药拿出来，啊，从口里头拿出来，再一化验是吧，安眠药。护士很聪明，让老和尚一天到晚睡觉，不就没事了吗？所以别收徒弟，收徒弟都是这种样子，不会照顾你的。一切交给佛菩萨好啊，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只要你真正发心为佛法为众生，你的一生呢，佛菩萨照顾你啊，这比什么都靠可靠啊，靠人靠不住啊，靠佛菩萨真正靠得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讲到这里。